溪口国小创校120周年，校庆以溪口双甲子新传勇士情为主题，规划一系列校庆动静态活动。台北市溪口国小姊妹校进行交流，全校进入社区健行，校庆运动会、园游会，甲上届志愿约出杰出的校友回来学校接受表扬，展出建校120年来所保留的珍贵相片、影像、见证等等。溪口国小在界关是具有着相当历史而且悠久的学校，在陈美慈校长带领着全体师生的努力下，各项表现深受到各界的肯定，年年获奖。国乐队的实力坚强，今年伫个界关音乐比赛打击乐第一名，进军全国赛，拍头阵来表演，创校120周年。昨日校庆以溪口双甲子新传勇士情为主题，规划一系列校庆活动，台北市溪口国小姊妹校友来进行交流，全校进入社区健行，校庆运动会、园游会，双甲子孕育出杰出的校友，会校接受表扬，也展出建校120年来所保留珍贵的相片、英雄见证等等。今天是我们溪口国小120周年的校庆，那很感谢呢，有各界的嘉宾呢来到我们溪口国小，像我们的监察院的院长张博雅院长，还有我们的副秘书长刘文士秘书长，还有我们很多的杰出校友，不管是在我们的政治、教育、工商界，还有农业，各个杰出的校友呢，带给我们学弟学妹们呢很杰出，有一个典范学习的榜样。那也谢谢呢，在筹备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县政府还有我们的教育处给我们很大的支援。那相信呢，120周年，溪口国小将会迎接下一个甲子的光华。前监察院长张博雅也亲身入校来祝福，社会各领域的表现突出的校友，贡献社会，回馈母校。林敏秀以及林义宏是学校光复后第四任校长林嘉文校长的子女，感念伊父亲一生奉献教育以及母校启蒙之恩，也捐出500万的日元作为加强英语力的学习。溪口乡农会家政班、溪口乡立幼儿园、溪口国中无人机以及校友建筑表演，溪口国小建筑队曾经是扬名世界。溪口国小上甲子精彩育才百年年，世新新闻蔡明东，溪口乡陈不得。